日前中除夕在社交平台晒出九宫格自拍，唐十床蝴蝶印花套装，对镜头摆出各种 pose， 大秀好身材。特别是那张半坐在椅子上的照片，一双美腿又长又白，露出了小腰纤细，搭配上红唇卷发，港风气质超强。中除夕的身材真的是 YYDS， 一件粉红色蝴蝶印花套装，妩媚不失挺美，搭配大波浪的红唇，中除夕完全是一个热情如火的法式优雅女人。另外，中除夕皮肤还特别白，穿蝴蝶印花套装裙，肤色白皙红润，少女的娇羞感瞬间出来了。粉裙上顶缀着丰富的红色蝴蝶，一只只飞舞着，灵动有趣，仿佛为裙子增添了生命力。造型是一身套装，上身是超短吊带，下身是同款高腰开叉裙。另外，套装上还有褶皱元素，半裙在腰部侧面，褶皱同样加强了衣服的丰富度。上衣和半裙都很修身，尤其是吊带，完美勾勒出了中除夕曼妙的身段，纤瘦又不失曲线美。喜欢就订阅呗。